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K。今天我们来制作多款奥特曼直尺书签，里面怪兽和奥特曼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。制作简单送开学同学或者朋友也是很有心意。上一期脑筋急转弯，有什么办法能使眉毛长在眼的下面？答案是倒立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猜对了吗？今天再给小伙伴们出个脑筋急转弯，怎样才能日行300里？知道答案的小伙伴们，就在视频下方留言吧。奥特曼直尺书签做好了，这三款奥特曼小伙伴们有谁认识的？你们还想看什么？记得告诉 KK 哟。